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 B 小编。那3月25号呢，台版有更新了新的签到。那在35天这边呢，里面总共有一些，譬如说这个什么肩甲，还有一些饰品的这个东西嘛。那这一次的签到官方网站呢，这边这一次他们有公告了一个比较特别的，来我们看一下。签到系统这边哦，它这一次跟以前都不一样。以前的话可能是3个月左右换一次，这一次呢是3月25号到4月29号，也就是说算起来的话，可能就是差不多就35天左右而已啊。不对，它这边就有写了哈，本次活动区间只有35天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去领这些这个签到的东西的时候啊，你千万要注意一下，每一天都要领，都要领到。那再来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这个。50、15、20、30、32、34天的这个防具碎片哦，它不能存仓，所以你一定要用同一只角色去领。那如果错过就没有了，因为它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东西呢，它是35天，所以你领到35天这张奖励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这个活动的尾声啦。那基本上这边呢，你全部都会领到。如果你漏掉一天的话，你就漏掉这一张签到限定的变身卡。但如果你漏掉2天的话呢，你连肩甲哦，基本上这个应该是肩甲。如果漏掉2天的话，连肩甲哦都没有办法拿到了啊。那重点的重点就是千万要注意一下，不要用错角色去领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哦，是这边临时讲的哦，它有一个新的资源奖励，就是3月25到27号每天晚上8点会送额外的这个东西哦，包括今天的话是25号啊，银海煞500，那明天的话。变身抽卡，后天的就是高级魔法娃娃抽卡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呢，就跟大家提醒一下这边吧，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，所以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去领，无论如何一定要用对的角色去领，尤其是你的肩甲的那一天，一定要这样子去留意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